Obayibla. Please join me in congratulating your graduates, the Centennial College Class of 2024. Hi， 大家好，我系毛毛，终于翻到嚟呢个屋企啦！我翻到嚟嘅第一个反应系，哇，原来屋企咁大噶！每一次我去完一个大旅行翻嚟咧，因为屋企嘅所有嘢基本上都俾我清空晒。今日嘅目标咧就系、要 unpack 同埋去买食材，净系呢两个目标。Let's go！ 今次咧买嘅嘢比较多，所以咧我就谂住攞个夹落去啦。呢、這个有个好处咧就系前揭式嘅，摆多一部 MacBook 入去。每一次翻嚟加拿大嘅时候咧，我都要俾个 study permit 佢哋睇嘅。有咗呢个前揭式嘅夹，我可以好轻易咁样就攞咗个 study permit 出嚟啊，咁就唔食饭。咁我而家就 unpack 咗我呢一个夹，然后就攞呢个夹去买餸。今次翻香港咧系要帮我哥哥影相，所以咧。嗰啲腳架啊、燈啊，最重咧係嗰啲電，有一樣嘢叫 Sony 電啦，咁大個嘅電啦，就係俾嗰啲燈用嘅，超重。我想講我呢個細嘅 hand carry 嘅 gear 咧，影相嘅器材已經12kg 啦，啊，攝影人嘅悲哀就係咁。仲有啲器材咧已經係超輕便旅行用嘅嗰一種啦，都已經12kg 啦，我真係佩服各位嘅攝影人。耶、yeah, ！我可以去買餸啦，拜拜。啱啱翻到嚟多倫多，好好天啊！跟住同埋今日咧，其實係有少少涼啦，係我覺得著衫最舒服嘅時候。Why are you here？ 啊、今日咩日子啊？點解咁多人買花嘅？Hawaiian sweet roll 咧好好食噶，食咗次香港冰室嗰啲餐包，所以如果你哋掛住嗰陣味，可以買呢、這、一個。肉都買完啦，可以去買蛋同埋奶。好多人問咧，沖咖啡買邊隻奶最好？就買呢隻。4L奶咧，我係真係會清得曬嘅。可想而知，我係飲幾多咖啡。Flyers 邊隻平啲，就買邊隻。加拿大嘅超級市場咧都幾好 ，Chinese food 咧都其實都幾齊全。基本上每一次買餸，我會食嘅嘢咧都係幾固定嘅，雞胸啦、菜啦、蛋啊、魚啊、yogurt 啊，唔會好大嘅變化。我呢一個月嚟嘅 flyers 啊 ，all goes here， 拜拜。啊！笑死我就係心諗，點解我煮飯煮得咁輕鬆嘅咧？原來我係唔記得咗拍嘢。啊！啱買咗咧呢一個係 Chives 嘅 cream cheese， 一個好食嘅三文魚 bagel 零，就係在於呢個 cube。这个呢简直就是我的 comfort food。 完成吃完东西之后呢就先再冲咖啡了。哇，我好久没吃过自己煮的东西，有蛋啦、三文鱼、 bagel、 杂菜。哦，咪啦，第一啡。早晨，现在天气挺好，你怎么7点钟啊，我毕业啦！系唔系头号咧？我出去饮咗个咖啡先。冇乜时间，我就嚟整 ice latte 啦。啊 ，yes yes yes。这一杯呢是我在东京喝过最好喝的 Ice Latte， 巴拿马的机场，哇，真的超级好喝。所以大家如果去银座，记住一定要去这间 coffee shop。 我换了一条裙，其实穿这些裙真的很有青春的感觉啊。今天斯文一点，你们觉得我扎起了个头好不好看？很不像我咯，今天很斯文。喝了一杯啡，那我们就出发吧。我可以咁好飲噶！俾大家睇下我今日嘅 OOTD graduation ceremony 嘅 edition 啦，唔係好慣著高踭鞋，不過 anyway， 前排咪買咗個香水 sample 嘅，最後咧我就揀咗呢一支。喂，時間關係咧，我都係搭 Uber 嘅。Thank you， 大家都做得好 grand 啊！應該佢哋都係今日有 graduation。
第一次在外国参加毕业礼，其实都是我第一次的毕业礼，因为我第一次毕业的时候去了美国，定我唔记得咗系去了旅行。30岁了，第一次行礼啊！而家咧，我就去攞咗个铺先。加拿大呢度咧，其实我哋都是借铺嘅啫，我哋唔使借埋，因为我有啲喺英国读书的 friend 咧，佢哋系要自己买件铺咯，6000几蚊。Hi， how's it going？ 咦，我同学啊 ，Do you know where should I go？ No。Okay， I'll go right there。Bye， see you in a bit。现在呢就要去 register 咗先。今天呢我特登攞咗个细啲嘅袋，因为可以穿在件袍入边，冇成。That's the one. It's you, right? Thank you. Yeah. 啱啱攞咗张卡啦，咁而家咧就去租铺。Live stream. Yeah. This is not a live stream. It's a video. Thank you. No problem.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Once you get the zip up, we're gonna go over here and get you the size. All right. Thank you. 然后咧，我个袋完美塞咗喺度。Thank you. Welcome. 好有感觉啊！真系，我毕业啦，各位。我人生第一次带毕业袍，我想问系咪咁样噶？我应该冇做错。嘟嘟。我畢業啦！今日咧攞個細袋咧，真係一個最好嘅決定。Hi， what's up， Momo？ It's so nice to see you。I'm sorry。Anyone just arriving, please hang to the side。Please。佢寫埋我哋點樣讀咯個名。勁論盡。你變咗越南人啦！你 ，This is how you pronounce my name. I like it. You wanna see how complicated mine is? What? Wow. I have such a white name. So easy. 欢迎啦！欢迎啦 ！Let's go. 哈哈。BTS。Congratulating your graduates, the Centennial College Class of 2024!两年前决定来读摄影，除了要放弃在香港做全职 content creator 的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由零开始读书的同时兼顾为拍片，经历过失恋低潮，到自己一个去面对和克服种种的困难。虽然不是第一次在外国生活，但今次是得到最多领悟和最珍贵的一次经历。我成日都说人生是有很多可能性，无论是20代的我还是留学生的我，今日都毕业了，好庆幸自己当初有勇气去行一条这么不同的路。祝自己毕业快乐。